最近不少人都开始上网购买生活用品和食物，但有网民在讨论区大声指自己在网购平台购物后苦等超过一星期，在无预警之下被取消整张订单。事主表示，由于已经网购食物，因此最近都没有到超市和街市抢粮，但目前家里的储备已经所剩无几，令他不知所措。不少网民表示都遇上相同情况。该网购平台在官方网站等公布，由于前线人手和货源问题，以及政府安排等不确定因素，而付款的账单有可能被取消，将尽早向受影响客户作出通知，同时希望客户体谅。